我们现在要去吃那个第一名的门儿，不是第一名，是别人介绍，别人介绍了第一名的。对啊，走过去好远的，我导个航哈。好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可以来一点那个，葡萄，青不拉几、灰不拉几的饮料，不太敢喝。这是什么？我们要买下咖啡。啊，这是路边摊咖啡，我们看看，一万四的咖啡，你看一下。我是等我五个是五个是，然后手机要烧起来。咖啡没锁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伊是那个浓缩的。就三四十啊。三五十，我就当它三五好了。三块的呀？五块钱。十几块钱。五块钱都十到十到五块钱，没那个五块钱，三。快吃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，天天逃出去吃啦。吃一下感觉怎么样？路边摊五块钱的咖啡。快点吃吃看，感觉怎么样？四块多了，其实。四块多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。怎么样？我喝了一口炼乳和超浓咖啡的混合。我来来看。小弟弟那咖啡，咖啡特别苦，炼乳特别甜，上头。好喝的呀。对啊，上头。其实我觉得蛮好喝的，甜甜的。呆呆，我们找了第一顿。对，是我找的。挑剔一点用都没有。传说那个很好吃的，根本就没有了。上面有没有开门 ？Open 还是 Close？ 根本就没有收录那个店。我一找就找到了，挑剔。来来来，看看，快快快吃快吃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传统服，你看呀，配料足啊，和我们国内的不一样。噔噔。我拿了两个勺。你那个高级，亲爱的。怎么办？你那个高级。怎么吃？我们要放这个吗？你放啊放，轻盈挤进去。然后快趁热。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管它是什么，往里扔。香料。不一样的香料。这个是菜。我是怎么吃的？它是把它剥开来吃的。你咋知道的？我看了。你看到了？快帮帮我！我先吃一口它，好吧？你每次都是，和大陆比，果然是和这个粉。啊。有牛肉的香味，蛮好吃的，就是有点不够酸的。厉害！这两碗东西只要15块钱啊，不不，30块钱。这个汤真的好好喝啊！停不下来了，太美味了，想吃酸酸的那种东西，感觉还喝完了吗？就它那个汤就是太，我这个甜的呀，猫哥就，我这就是牛肉汤，很甜的牛肉汤，我想吃这个，我想吃它那个是酸的，酸的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什么农市场来着？范五老街。然后我们发现他们每一个路口都没有红绿灯呢。这个路口是简单难度，快走，超简单难度，走哟、来了来了来了，都没有红绿灯，它有特别难走啊 go. 这个已经是超简单难度了，对，都是一股废弃的味道、横道线摆摊了解一下，斑马线摆摊，人家很满香的嘞，糯米饭，这个好、糯米饭，我要问他哪个比较好。榴莲，How much？ 好
完全是地皮的。我们刚刚买的这个东西多少钱啊？这个是5块钱，这个榴莲，看一下吧。你就当吃个榴莲5块钱。妈呀，咸的榴莲，第一次吃到。咸的。咸的，还蛮好吃的，但是吃多是会有点腻感觉。什么味道？蛮好吃的。特殊的味道，没吃到过。